手游酷玩。这位顾客，您想吃点什么？我要吃青菜，我最喜欢吃青菜了。一段时间后。哦，好香啊，一定很好吃哦。老板，你给我过来。这位顾客，您怎么了？这到底是荤菜还是素菜呀？这当然是素菜呀。那里面的虫子是怎么回事？什么？他也是来吃饭的。他吃饭凭什么我付钱？我又不认识他。他为了吃这顿饭已经付出了生命了，难道你还要和他 AA 制吗？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什么？你素菜喜欢记得订阅哟。